玩了一整天手机，该出门晒晒太阳了。我要出门，放开我！夏天到底要怎样出去才不会晒黑又晒老？不爱，粉底液粉饼都已经标示 SPF 30了，照理来说应该晒不黑啊。当然不够，只用底妆来防晒，常会因为追求妆感薄透或是用量不足，只做到 SPF 10以下的防晒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底妆无法防护长波 UVA， 长期下来斑点只会越晒越多，遮都遮不完。防晒不能马虎，我现在妆前都会擦上理肤保水清爽防晒亮白乳，特别加强对长波 UVA 的防护。比起只擦有防晒系数的底妆，除了 UVA、UVB 防护更完整，更可以对抗侵入真皮层的长波 UVA， 预防晒太阳会出现的斑点，同时还能打亮妆容哦。里面的保湿抗氧化因子隔离空气杂质，超清爽，你看好妆感，超自然吧？哦，原来你这个白白美，晒不黑，晒不老，你靠的就是这款理肤保水清爽防晒亮白乳。嗯，当然，这可是皮肤科医师指定推荐 No. 1的防晒品牌呢。那这一罐就送给我了。不可以，这是我的。